被消，代表你这边有没有看到，不然你积分就被消。对，他没有分就。他原本应该都有牌，是他去做这次的这个新的，这对新的 A 方，我是觉得他有不同的，不同的 A 方。因为他因为就反正就两个就是对手，然后别人很多不一样，所以他就是我感觉我想讲。到压低 L 部分不会有影响。它是这里，它是这外面的像，它可以做的。就是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样就是它是个需要低的。现在做的几个是找到这个这两个不错，好的，那个你的就在后面没有拍的很顺吗？我在成一堆要会，对，那他们就是说，你把你先取个新的 field 叫 A prime， 然后让 A U。这样就变成，就你这个是 A plus， 然后你那边 D 也是 A plus， 这样就变成二十五加 A， 对吧？你就做变成，因为是这样，你做。所以你进这个里面，这个也会变吗？错，就是你这样变换之后，你这边的你的方向会变。所以这个变成 L of a new prime， 就反正这个 transformation variant， 所以不会变。然后这个改变，这个不会变，这个不会变。就是这会变成。然后 DA new 可以直接改成 DA new， 对，就是你把 X 它是把平移就平移而已，对，哦，点 Y 嘛 ，D 是点 Y， 对，然后所以这你可以直接好像 DA new， 然后 O 那个我们假设 scaling variant， 所以改那个就是，所以改完这些东西之后再把 A 变成 A 变成 A。你就把电阻换成，所以就跟原来一样，它在，所以你的问题就是，你这样变之后，这个底牌的积分会不会？我刚才在想，就是它底牌不是嘛？它底牌，所以云山换完之后就开始关了，所以底牌好像可以这样，好像应该就直接拿出来了。好，应该都你觉得会有问题部分就是。会变成这一边得到补偿。我原本没有想到这样，但好像可以。这样讲，我没有在想会不会多出一个东西，但因为这边的这边会补偿，这感觉，可是感觉好像是可以，可以，然后会补偿。
说你跟别人，那这样我这样可以接，这样我这样我可以，还是可以接。那你还有没有其他就是业绩关？我正在讲，哦哦，我正在讲，然后你这个 Y 是跟谁？然后你把自己叫做直销啊，对，啊，所以 D D 就是 ，OK， 不是 D D D，no， 那就给他一个机会，他说，发一个点给他说，啊，我最少我没说 ，D D， 点什么 ，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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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 D Z， 给那个 Jacobian 是一个面。结果你的，那个没选上，是因为这边的，我那是个 vector 出来的，所以他其实把那个底牌，把一个无限大的 vector 出来，好的，然后再把留一页东西留下来，那接下来14.6，我来提一下就是分秒的核心结果。那在讲这东西之前呢，我要先介绍一个叫做 Grassman Algebra。那这个东西呢，简单讲就是说，假设有两个 number， 那这个东西。叫做 Grassman number， 然后它会符合的 algebra 呢，就是它们两个相乘对调的话呢，他们会差一个负号。那其实从这个条件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要使用它，因为分秒我们都知道它们交换会有反对称嘛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引进 Grassman number， 或者说 Grassman variable 的话，那这样的性质刚好可以去 match 到分秒。好，那一般而言，如果你的 variable 它是只含有一种 theta 的话呢，它可以 general 可以写成。A 加上 B C 塔，那当然，其实最 general 就是说，你可以 A 加 B C 塔加个 C 的 C 塔平方。但是其实从这个条件你可以知道，如果 C 塔 I 等于 C 塔 J 好，就变成 C 塔平方会等于负的 C 塔平方，那就推的你的 C 塔平方会等于零。
因为一个东西的一个东西等于它自己的负号，那就有零嘛。所以只要是二次或以上的，它通常都会变成零。那同样的，这是一个西塔，那两种西塔的话呢，它最 general 可以写成。他就写了 A 加 B theta 1加 C theta 2加 D 的 theta 1 theta 2，那再上去的一样，它通通都会变成零。好，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东西一个比较重要的基本上的性质，不过这个性质 Swarovski 它就很简单带过而已。那我没有非常明白，就是它性质怎么来的。那就是说，今天你的积分有个积分 major 就是 d theta， 那后面假设没有任何东西，你直接对它积分的话，它会等于零。然后如果这个东西它有对一个 theta 积分的话，它会等于。这个性质我没有很了解它是怎么来的。那不过接受它之后，其实就是后面在使用这个性质之后，你会发现就算出来结果都还蛮合理的，所以现在就暂时先接受它。好，接下来呢有了这个积分之后，如果今天我们随便给定一个 theta variable， 那根据这两个性质，它得到的结果就会变成 b。这样，那这个 b 呢，你会发现，假设原本的 a 加 b theta， 我们把它对 theta 做微分，那它一样会得到 b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 variable 的情形，那这样的推导我们也可以推广成很多个 variable。
就变成了这样，就是从一个 variable 推广到 n 个 variable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如果今天它的 x 就等于西塔1到西塔2的乘积，啊，我们就会得到，x 在西塔1乘到西塔2的话，这边就会等于一，所以这个东西的积分它会得到一个一。不过其实蛮好理解的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，看成一个，那这个的话就是根据它就一，所以就乘起来就会变成答案还是一。那这个 identity 在后面我们做 Grassmann number 的 Gaussian integral 会用到。另外一个性质就是，这个积分它本身其实是带有顺序性的。那这边一定要你西塔1乘到西塔2，你会得到。如果你今天可能某两个乱交换的话，嗯，我们是也 n 到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它会先积个，对，那我写反。就是它会先积个，然后这样慢慢往外。对，我写反。所以按照这样的话，西塔 2, 西塔 1, 这样会得到一嘛。那今天我们交换，那根据它的反对称性质呢，它就会变成。对，所以这边会加一个负号。接下来我要算算看，以 Grassmann number 当作 variable 的 Gaussian integral， 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？那首先我们考虑一个这样的积分，这个当你的 Grassmann number 在 expander 的时候呢，那它的表示是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说我们一样做一个它的 expansion， 那我们会发现再往后展开的话，
它会牵涉到平方向，那这平方向会给出一个，比如说有西塔1平方的，或西塔2平方的。那前面讲过，同一个西塔跟西塔1，它平方就是零，所以 exponential 的一个 Grassmann number 呢，它就会展开都这样。所以这里就会变成。这一块就是零，那这一块呢？前面有就是各有积分，不过要注意一下顺序问题，所以呢，这边需要调换，然后开个符号，所以最后答案就会给出一个 A 一二。那这个就比较简单，它只有两个 variable。那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点的。我考虑一个，这边有 n 个 variable， 那另外一边的话也有 n 个。那这里一样，我们可以做Taylor extension。会展开非常多项目，那我们注意一下，就是说这里的积分它有上面有8的有 n 个，那没有8的也有 n 个。那展开讲一讲，其实我们会讲到一个就是说它的 n 阶项，那它的 n 阶它 n 阶项才会贡献到这个积分，因为只有你这边的 variable 个数和这边底西塔个数一样，它就会贡献出嘛。那其他没有，其他个数太多或是没有到的，它像这个，它就有四个嘛。那它没有对应，就是它没有相对应的，所以就会有一些会出现一些积分，它只会变成应该说我们把它写开来，它只会长这样，那这种就是零，所以最后就不会贡献。所以你个数要没取到。那除了 match 到之外呢，它的每个下标都要不一样，这样它才会应该说，比如说都是8的话，那你的下标都要不一样，那没有8的也是一样，所以，它到最后就会变成。
定那个 n 阶分之一的 turn 会有，所以前面会有个 n 阶分之一，然后那这边的 variable 的积分通给出一，那剩下的就是你 a 的部分，那它的 a 的部分全部放起来，它会有比如说 a 一二。它变成这样，然后它会有各式各样的 permutation。 那其实这样最后结果它跑出来就会变成一个 determinant 的 A。 那当然因为会有个符号问题，因为其实你在积分的时候它的顺序不一定会 match 到它，所以会有一些交换符号的问题。所以最后这个积分给出来的就是 determinant A。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除了 exponential 原本的包选之外，它有两个就是方就像，那这个其实也不难，你只要做个很简单类似配方的动作，就可以得到答案。那这里我们为了把它凑成一个类似原本的，就是 quadratic 的形式，我这边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的。那乘一个之后呢，就这一个正，这边就一个符号符合。那这一整块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整理成。这边就变成这样，那这一块的积分一样会给出一个底层明显的，那这边就是有点像一个，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变数变换，然后
然后这个积分还是跟这一串是一样的，所以会给出个 determinant A， 然后所以最后就变成 determinant A， 然后多乘上这个 factor。接下来我们回到分秒的 testing 结果，我们写下它的 generating function 哦。那这个这两个就有点像我前面讲的，就是我前面讲的 v of k， 就是这一塔就类似这个 k， 然后它可以写成。这个东西的积分呢，就如同我前面讲的一样，所以这边会给出一个 explanation 的。可以并在一块，然后这个就是前面，这个就像 A， 这里又给这个 A 的 inverse。然后乘上一个 N， 那这个 N 就是原本这个 propagate 这个 green function 的，也不是 green function， 反正就是一个 kernel。所以现在有了 generating functional 的形式之后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推出它 two point function 的形式是怎么样。
那我在上一次有提过你一个 two point function。不过这里其实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原本 fade 的时候呢，它两边它没有就是 eta 跟 eta bar 的差别，它就是单纯 jx 跟 jy。那这里一个 eta 一个没有 eta 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要的缝是 phi 跟 phi bar， 那这边对应到的话就是你要对分别对 eta 和对 eta 跟一塔把积分的话，对，微若偏微分，你才会把那个 phi 跟 phi 把掉，让他们两个掉下来。然后他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那这样的结果得到之后呢，我可以把 epsilon epsilon delta function 做替代。那把它带进去之后呢，再让那个。这边有个偏微分嘛，作用上去，所以最后这里的 partial 通常都会变成，通常变成 momentum。这边的话，只是它会把它有理化，得到结果。想问一下，那个最大风险是从哪里出现？那个德拉斯是吗？哦。我有两次有两个丢大风险，然后跟两个电子关机掉，然后就没有丢大风险。我在看的时候想觉得，对，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它掉下来。
跳下来，然后 Z 点会削弱它。那个那个哥拉斯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？对，就是平常我们讲是不是两个人比较好，然后他对 X 跟 Y 之间就是。对，要做很简单的配置，就是Thank you.
那就想问，今天的 case 定分怎么样？好像没有什么还甚至。那我觉得一定要有那种讲 quadratic form， 反正那个只有就是解解方，我觉得你掉到哦，因为这是自己有没有知道另外把另外把它简化成那样，对，所以假设是。所以其实问题是问为什么认为这两个词之后会是有比较好的，对，问题变相变化。嗯，不然就把 eta 当成 class 当成一般的数字好，不然会有差。所以现在是问说这种东西应该是这样子，应该完全不奇怪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所以方式上的问题，对。不要怎么说，就完全没有。然后为这个，所以会先为 A 卡的话，维卡这个会是，那个那个 variable 是比较不太一样，就是比如说这样变，就变 S 一的 S 一。哦，对啊，这是 dummy variable， 所以应该变成 X one Y one 这样。但是我也算算是这样。对。可以比较，我们讲的是 Apple， 那还是。写成这样，一的 ，n 一的 ，a 一的 ，i 一的 ，j 一的 ，j 的，写就写这样，所以，然后做出来，结果很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对 ，A 卡的追尾啊，都写错了，这样就变成，这东西对 A 卡的追尾，对，它是一个 N。现在就有东西是，贝塔、帕尔巴、帕尔巴，我这个 I 是 F， 所以 K J， 第一个，这样，然后在那贝塔 I 我们可以，贝塔帕尔。如果回到这个的话，因为之后要把 A 加成，所以回这个的话，这个变成，所以
现在我也想，然后在那边很小掉，所以我们把那个什么掉下来。所以就变为这个。各项的多一点比较好。那左边形成也像是右边，如果就变成 AI 这样，是吗？它多了一个比较大方向，因为它是右边变成 AI 不是 AI 的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AI。做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吗？还是这是这样两有两个积分吗？还是他是这样，他是这样子，哪一些？应该是这样吧，这个基本就可以，对啊，所以应该只是这样，然后我觉得，哦，就是这东西已经有一个 value， 然后它开起来，那不知道这样的话少了，对啊，就像 S M Y 是吧？应该是，那个标准。
你还是，不然就是原本是这样，然后硬要写 X Y 的话，就硬给他塞个 Delta 上去。对啊，所以他不管，就是就可能先塞一个 Delta 上去。D X D Y， 然后第六个 Delta 减 Y， 然后他那个小。不是这样吗？前面本来有在方面比较合理，最久的话，这个机会。我先跟你讲，怎么样？好，这个结论就这样。所以，画到这边就三个。这样吧。这也太硬气了。可以啊，我可以接受。这样子的话，后面就有掉了，就会有掉他同学。你在说书里少打。因为你刚刚讲这个是我们没有从这边推到这个，这是你教出来的结果，就你没有真的从这边推到这条路，这条路，所以其实就是也有可能课本是错的，对啊，写错了，你不要写错了。他那边有一个丢大方向在那块东西，那个那块东西上面。对，我也不是有放进去，我也不。没有讲。为什么？他有算吗？我也没有算。对啊，他有算。他可能就是那一步也直接跳那一步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我也要。发现一个不活的东西，其实很复杂。完了，开心果亮丽的都开了，亮丽的就超多，我都摆了，是吧？很难。所以你今天讲是蛮不错，有没有？特别好奇。他这里是没有，没有接到的。前面是讲过什么阿联华，对，前面讲过什么阿联华，我们这里前面讲不是。那我就是弄清楚了，他感觉好害怕。上面都是上面都是